刚才吹的这首曲子呢，是学习雷锋好榜样，一首很老的曲子了。它是由申茂作曲的，口琴独奏曲是由石荣焕先生编配的。石先生在这首曲子里，除了部分采用了八度和音以外呢，其他都是用复音口琴的一般的伴奏来吹奏的。希望你能喜欢，谢谢收看。